个球好像硬塞。奥塞，奥塞，奥塞，你要尊重一下。你关键的时候还尊重，你一个就赢了，他赢了就尊重。走啊，在等我吗？对啊，妈走。
这边我们跑不进去，现在主要跑出来，就是这个对，没错。后来发现是个性的问题，这也是修身养性的一种方式，确实是，你必须克服自己的个性，是个性，因为我跟你这是习惯，可是我要去改变它，这个是很。呼吸在里面会那个啊，不管。
手机。还要玩什么？加班啊。哦。哎呀，你干嘛把手机接进来？